后来哟又来了啊，嗯，来送花来了啊。嚯，你瞧，哎，哎呀，还送的花啊，一束花。嗯，花里边还没有房卡呀？啊，没有。想什么呢您？哎，两位可爱的女孩哈，嗯，给我一捧花，给你一捧花，嗯，咱不亏心的说啊，给我这个比你那好看。这还正经呢。说相声一天到晚在台上不能说别人，嗯，好多人都说，你看你老说于谦的爸爸，嗯，说人家媳妇，说人家儿子，嗯，你们这个你们那个，一到这会儿我特别为难。怎么呢？说谁呀，啊？说你，你说别人不合适。对。是不是？而且在台上我们就不是这俩人，嗯，就是我们跟影视剧是一样的啊，你是进入这个人物，而且我们是通过语言来塑造的，一定要最快把您带入到规定情景当中来，嗯，这是最合适的，这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是并不是说和他儿子，你说你把他儿子给我了就给我了，不是那个事儿，我也不见得要，就说，哎，就没跟我还未见得给呢啊，是你是不给，因为什么呢，我拿我跟嫂子来说这你别的一块说，这台上就是跟演电影是一样，嗯，这都是假的，哎，啊，嫂夫人说句良心话，我很佩服的，啊，因为像一天到晚外边跑说相声，嗯，家里没人管，都是他媳妇，那倒是啊，嗯，那天跟我说德刚，嗯，我可能是岁数也不大，这些日子忙活的是上火，特别难受，哦，啊，怎么回事？嗯，我说没事，嗯，有可能是前列腺，哎，怎么没可能？因为你也四十了嘛，跟岁数有关系吗？他生日大，哎，嗨。女的能有前列腺吗？你上医院去查一个去吧，好不好？查，到医院检查啊。医院呢没有别的，先验尿吧。哎，拿小杯，嗯，就像你喝水那杯似的。那不是用壶是吧？啊，不是，没有拿壶，不得往里尿。男的一般那行，拿着杯，把媳妇端着杯，嗯，等着叫名字。哦，小医院，嗯，一帮病人都拿着，嗯，等着，护士出来喊他叫名字，嫂子的名字叫王尚举。这名字姓王，嗯，哎，高尚的尚，举重的举啊，王尚举，哦，他站在最后啊，没听见哟，前面可都听见了，哦，那还真举，这位王尚举太实诚了，王尚举，哦，还举，啊，这句都听见了啊，到哗，全到的。嗯嗯，好，嗯嗯嗯嗯，可以，嗯嗯，该我了吧？好，这嗨，好几千人一块儿说话，谁知你们说的是什么呀？听不见，你不搭茬又不礼貌哈。嗯，这喊唱一个啊。嗯，这谁说的呀？啊，好，你们出去。哎，这嗨，干好几十年这个，我再弄不了你，退票门也没有啊。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这服务宗旨啊！你看我们俩这状态，你们还不了解这两个人吗？是吧？啊，七岁从艺，我跟这行干这么些年，我都快成精了啊！包括于老师，于老师也好有一笔，嗯，好有一笔，笔从何来？树叶过河，这叫就靠这股子浪劲儿，什么乱七八糟？这都哪儿学的俏皮话啊？你们黄先生教我的，哎，老先生教不了。哎呀，你说唱也不是不能唱，嗯。这些年我们俩搁在一块儿，嗯，算是把这个艺术行业里边都干过来了。那倒是啊，我从小说书出身，嗯，说评书，说相声，嗯，唱大鼓，嗯，大鼓书，哦，啊，什么这个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嗯，我都干过，没少干。还不是说就站着清唱，嗯，不是他们那穿个西装这样来一段，嗯，跟票友似的站台上听，不是，不这样，大班出去唱戏，上农村跑庙会，嚯，九十年代初干了三四年啊。哦，后来我们俩在一块儿这么些年来，电视节目，嗯，什么影视剧的编导、导演，连后期这乱七八糟都全干过，都干过来，都干腻了，都快，嗯，啊！这个唱戏的时候应该是最苦，哦，苦啊！哎，那会儿天津、河北、北京的郊县我都唱遍了。嚯，哦！那会儿唱戏村里边唱，嗯，搭一台子，啊，人有庙会啊，或者什么
庆祝什么大队支书得了什么奖了，庆祝这个，这事儿也长啊，搭一台子，那会儿就住的小学那个学校里边，哦，几个桌子一拼就算一张床，真是苦。好一点的村儿呢，给分到老乡家里边去住。哦，哎，夜里面那村里都黑的，嗯，因为河北省一带，它有的时候它那个水啊有碱，嗯，那个脸卸完妆卸不下来。哦，早晨7点多就开戏，一直唱到深夜，多少出戏来回这么唱，一天到晚，嗯，一天这脸就洗翻了，行话就洗翻了。哎，嗯，啊，洗饭就是洗，又红又肿，嗯，转天就那样，还得接着往上画，嗯，啊，过敏了都，挺感谢那会儿苦难的岁月，嗯，好多戏。我那天，我今天要出一本书，哦，叫《马过梨园》，就是我唱过的100出评戏，嚯，哦，啊，传统评剧。我那天拉了个单子，嗯，我唱了是150多出，应该是，嗯，而且几乎都算现在失传的了，啊，嗯，这是财富。我要出本书，嗯，配上剧照，就是介绍这出戏的故事，主要表演技巧以及是唱段什么的。嗯，这照片拍了一半了，快出了啊！嗯，好多戏线都没有。有时候我跟专业唱评戏聊天，说3句话就不爱搭理他们来了。哎呦，啊，就是聊不到一块儿去。嗯，我唱的都是这种老戏，你包括很多戏线都没人唱了。嗯，比如你们有时候台上正喊呀，叫小帆，京剧《四郎探母》做工叫小帆。嗯，京剧、评剧啊，梆子、评戏，其实当初是有这个戏的。评戏也有，评戏也有《四郎探母》。哦，只不过后来没人唱了。嗯，这戏逐渐的就没有了，嗯，连整个剧团都没事干，你演员有什么事干呢？Oh. 啊，我给你们唱一个评剧的《四郎探母》，你们听听好吗？好，好，好。嗯，您帮忙啊？我又帮忙。你没办法，你实在是没辙了啊！我不会，你都失传了这东西。啊，是，你就搭个架子啊。就是有一段，嗯，在夫妻坐在一块儿，杨四郎、铁镜公主两人一块儿猜心事的时候，哦，啊，到最后杨四郎跟人说实话，我不是你们这儿的人，嗯，我是杨家将。嗯，到这儿的时候唱到后边，我本是杨四郎，名姓改换，是到这儿有一句我本是杨藏，嗯，这我一罗，哦，切住了。旁边公主怀里抱着一孩子啊，这孩子搭架子，小孩的哭，嗯，啊啊啊哭，哦，就这个，啊，你搭上这架子接着往后唱啊，哦，就小孩哭声，掐几句啊，掐几句啊，行，嗯，都只为宋王爷舞台还愿，盼人美狂生家来载了伯范，你的父天庆王设拜双龙宴，我的兄八元将赴会在沙滩，我大哥替宋王西迁遭难，我二哥替八王命人黄泉，我三哥被马踏石入泥烂，有本宫和八弟失了伯藩，我本是杨藏，我的儿，就等这句呢，是吗？我说这不白搭吗？这架子，那当然不白搭。对，没这句谁给你唱啊？这好，评戏也有叫小帆，哦，就是最后那个嘎调，嗯，挺高。咱们来这是来来，嗯，将将将将将将将，嚯，50分钟，啊，这等不了，直接张嘴吧。仙公只去到金披肩，拨开乌云见苍天，站立宫门叫嚣连环，驸马爷我要出关翻，没完呢，来带爷的千里战马看，好，那么晚了，你说你们也不回家，不走了，睡哪儿啊？就这儿啊，早休息。哎，对，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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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来，您，啊，人家不走，您走了，不合适。你他们都躺下来，嗯，咱们站着也不像话。嗯，这个啊，好，好，好，嗯，好，可以，好，嗯，又来了。你先应付着，一会儿他就腻了。哎，这，嗯，小演员站台上就怕观众说话。嗯。一说话搭不上茬来呀，四脖子汗流就傻了啊！非得我们这老奸巨猾的，你说这个，嗯，这个哪个节目挨着哪个节目，其实是设计好了的。对，
啊，你比如现在开始到于老师翻跟头了，来开始。没有。他翻不了，翻不了。这才是要合钱的。他翻不了，你高峰倒行，知道吗？高峰，来高峰翻一个吧。哎，高老师，高老师，到您翻跟头了。咱们又见面了。对呀、啊，对，这个我师弟，哎，高峰，对，范老师的徒弟啊，范老师翻，范岛爱，哎，去。不像话啊！那是我师父叫范振玉，翻译过来是范岛爱，没有，没翻译过来叫范振、哎，不用翻，怎么这么乱啊？就一个名字，天津的老艺术家，哎，范山玉，山玉干什么？白玉属的，振玉，振玉啊，镇压在山玉里边，嗨、哎，那多闷得很，呼死的啊，太冤了。那个今天是开箱，对，德云社人都凑齐了，哎，啊，这一春节也挺累，是我一看手机朋友圈，嗯，于谦哇，巴黎真好玩，出去玩去了，啊、就是这个。游人太多、嗯、语言不通，但总的来说喘口气都是甜的。真是你再看高峰这个，我呢莫斯科怎么这么冷啊、嗯、红场上也没什么人，我上俄罗斯，但是我心情很好，对，多好，玩去啊。下午这俩人买泡面遇见了，嗯，吹什么牛呢，我们俩跟着世界公园玩一圈，我们这不挺好吗？这就挺好，仨又碰一块了啊、嗯、这哥俩我的左膀右背啊，怎么这些年来跟着我吃苦受累，可别这么说啊！一个嫂子，一个弟妹，也很过分、嗯、疼我、嗯。你要说什么？加倍的疼我，哎，互相关心，所以说挺好的啊。对，这个我也是无以为报了啊，这辈子就这样吧。哎、到下辈子、嗯，如果说我要是当了皇上，怎么样？于谦啊，我封你是大太子。哎，高峰。啊、你是二太子，嘿，哥，你说这个我就不同意。哎，凭什么他是大太子？对不对？当着各位父老乡亲，咱得把这心明眼亮。为什么你是大太子？不是你跟我干什么？你等一会儿，嗯、怎么了？我问问你，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啊？哎呀，你有什么理由？这还用理由？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我对不对啊？哎呀，朕很操心呐。甭等，你先甭朕，这跟年头没关系，知道吗？那岁数也在这儿呢。那岁数，你还能继承多少年呢？对不对啊？我继承多少年？我是大的，你这凑来一二的，你不是不是对啊？咱俩一儿子跟这争什么呀？咱我身为一个皇阿玛，我认为你们俩这儿是不应该的，哎、因为皇阿玛，皇阿玛啊，你他这有原则性错误。太对了，是你就没学过历史？怎么了又？皇阿玛像话吗？嗯，我们这大太子、二太子。这是明朝的称呼，哎、皇上大太子。你要是皇阿玛，那是清朝的称呼。这是个满洲话。对，你要是皇阿玛，我们就应该是大阿哥、二阿哥，你知道吗？嗯嗯嗯嗯嗯。我刚才就对你有意见。皇儿说的对。你什么皇儿说的对？他说的不对呀、啊。怎么不对啊？这都到清朝了，我得是大阿哥。到哪朝代岁数到我也是大阿哥。这跟岁数没关系。愁死寡人了，你知道吗？朕很心急、啊、咱别争这儿子了，嗯嗯，我们俩怎么都变成儿子了，不像话，咱仨人得一个辈分，哎，对，就你改一改，哥仨一个辈儿，对、啊、我要是皇上的话呢，我们呢，你是正宫娘娘啊，哎，这倒是一辈儿，你看高峰，高峰你是西宫娘娘，我好吧，这行，我还不如他呢，怎么不如他、啊、不，这也不成，怎么不成、嗯、凭什么你是正宫啊，对不对，正宫，正宫要求得母仪天下，我就不母仪天下吗，我这样，我跟您说啊，那个老爷子，哎，不是陛下，他呀，陛下，他不能当正宫，怎么了？他生不出孩子来，哎、你知道吧？我跟你生得出孩子来，你生得出孩子来，你甭管那我怎么生，哎、我们这俩娘们就愁死我了。不是愁你，这也不合适，你再稍微改改这个，你调整一下行吗？我甭调整了，这样吧，换你是西宫娘娘，嘿，这回你是京中名妓，对喽，哎。我呢，偷偷摸摸找你去。你要不去，我准去啊！你就别来这套，净不去的。我告诉你吧，啊、我跟你说啊，你吃过亏是怎么？你说这，说这都不成。我怎么又改了名妓了？我又不是你那呀，这你这嗨，都说了皇阿玛，清朝哪有正宫娘娘、西宫娘娘？对呀、啊，嫔妃呀、啊！哎，这行，你画嫔，嗯，你嗯尿嫔。我这前列腺还有毛病。朕封你在滴答宫。哎，嘿呀嘿。
太不痛快了，我这听着多解闷啊，是不是？好吧，不行不行，您甭说，你说这辈子事儿得了，怎么这么复杂呢？您甭说下辈子，咱好好说相声吧。哎，就是，咱别说那没用的了啊。这是德云社的总教习。哎，您客气。因为总尿鞋这个人呢，总尿鞋，我这前列腺也完了，看来啊，地大二公，好吗？好家伙，我是二公的，嗯，挺好，一块合作这么些年了。哎，现在在北京呢，他们哥俩其实比我走的还近一些。我们离得近，我住在北京北边。对，嗯，他们俩就住在八宝山这边一边。哎，八宝山住那儿，挨着后墙啊。是，两个人一人一套烟景房。对，烟景房啊。四季如春啊，是我们倒暖和，住炉子边上，常年给暖气，俩人挺好。嗯，这套房是高峰的，对，那套房是于谦的。哎，我们同一个楼层，站在高峰的屋里边就能看到于谦卧室里的床。哎，间距小一点，太近了。所以说，高峰老师业余生活很有意思啊。你要不干嘛呢？吃完中午饭，高峰的媳妇归着东西走了。啊，他有事儿。哎，高峰把门插好了，对，就把门打开看，确实走了。啊，我强迫症，心眼窄。嗯，插着门。把望远镜拿出来了，你看咱有道具。哎，没憋着干好事，好开心的样子啊！是，站在自己的窗户这儿，嗯，对门就是于谦，呵，这窗户看那窗户，那窗户里还床，哎，床上还俩人，要多清楚多清楚。高峰，我热了是怎么着？看兴奋了哦，哎，看俩钟头，好家伙，好家伙啊！眼前的玻璃舔的不干净，哎呀。给擦玻璃了，看着下午四点半，哎呀，踏实了。下楼一会儿看见于谦，高峰敢告诉他，哎，我们有这交情，之前知道这儿的。谦儿，嗯，我吃完中午饭没事干，是我拿望远镜站我那屋里看你那屋里头，啊，我看到四点半，您听听，我看你跟你媳妇睡觉，嘿嘿，什么人有收获，开心，啊，于谦看看他，嗯，还抽呢，可以啊。那个换个好点的望远镜吧，好吧？为什么呀？那不是我媳妇儿，嗯，那是你媳妇儿。哎，去好家伙！我得谢谢于谦老师啊，他没把我卖出来。怎么？因为那个男的是我啊。哎，去！我把房租出去了，别胡说啊！而这女的是王上举，我告诉你，这还记着呢。所以我们仨是一家子，这好多乱呢。现在到了于谦老师唱歌的时间了，哎，你看，好，这都开箱了。您去年一年都没怎么唱，今年谁说的？好，去年一年哪场没唱？哦，嗯，哎呀，这一年一年的过得真快，是吧？那可不，赶紧吧，今天开完箱了，咱们今年。商演的节目都已经准备出来了啊！好，哎，就是于老师唱歌的节目，哎，这好嘛，好，嗯，演唱会真唱啊，唱啊，真唱，唱什么？哎，点什么的都有，一块红布啊。是，我也不会别的，就是崔健的这几首歌，以前听过，唱一块红布，唱几句吧，好吗？好好好，嗯，一块红布，对，这个歌之间中间每句中间有点伴奏，所以清唱不是太好唱，唱几句啊，您来吧。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就唱这么几句吧。好，谢谢谢谢。瞎闹好，瞎闹多好啊！哎，就是，真好。哪会那么多一个？哎，你们难为他了，他就会这一个啊。我可得会呀，你们净要求我来是高难度的啊。啊，唱一个行，唱一个，我给你们唱一个小曲儿吧，好吧？哎，这也好。清朝乾隆年间出了一本书叫《白雪遗音》，不好买，记载的是皇宫里边给皇上唱的小曲小调。对，我们听一听风花雪月的东西。哎，阳春白雪，小寡妇。您等您，这是这是给皇上听的吗？这皇上还没我品位高呢。住口！你这个太监，对你才是太监呢。不要耽误时间啊！您快唱吧。老寡妇，你看耽误时间了吧？这是他奶奶，这个你奶奶，俩寡妇。别闹！后来呢，他媳妇跟我说，说这声音又来了，怕你没听见。寡妇嘛，小寡妇，三更半夜雨泪纷。
纷纷思想起多情有意的人，我为你往山跑死马，我为你杀驴等黄金，望断天涯空余恨，骂了声抽烟喝酒烫头的人呐、啊！这个大半夜了，你们也不回家。这样吧，啊，因为这个高老还没唱，咱仨人唱几句戏，让大伙儿听听，好不好？哎，好啊，咱三个人啊，穿插着来，特别简单啊，三言两语就把这故事说明白了。什么戏啊？有一出京剧叫《姚七》，老戏，好几个名字。对，头二本的《草桥关》，嗯，也是他。嗯，哎，什么打金砖上天台也是他。哎，都是这事儿。汉宫惊魂也是他。哦，啊，这一个故事好些个名字。对，他不同的演，他不一样的名字。嗯，汉朝有一大将军。老王爷叫姚七，是大花脸白胡子老头、哦、老两口子，一会儿我唱着老头啊，哦，您扮演，然后他老太太让你来唱，两口子，姚七的夫人，对，是啊，就姚夫人，我们老两口子、嗯、哎，这里还有一个儿子，谁演儿？这没得挑，只能我来了，占便宜就上啊、嗯、我这占着便宜呢，我哎，你演这个儿子叫姚刚，我、啊哦、这儿子叫德刚，哎，去、啊嗯哎，有个刚嘛？对，这儿子叫姚刚。哦，姚刚，这孩子特别愣，是把国丈打死了。有皇上的老丈人啊，他拿了块石头，太湖石是，砰！怎么？这个声音你们记得吧？于老师那个，嗨、哎，不，把国丈压死了。这死法，老两口子一听说，哎呀，天哪，惹大祸了啊！那可不是吗？儿子，你是我儿子是吧？嗯，好小子，你惹祸了，给一嘴巴，哎、要训子。这唱，带着上金殿赔罪。嗯。就这么简单，哎，省事，好不好？来，咱把弦儿叫上来。陶阳回来，又有弦儿，他又来了，是，来吧，来吧，这凑个热闹，换京胡了啊！来，改京剧，快来，哎，有两下子，来，都会、啊。现在开始，过来，哎呦，来了，过来，快来啊，就改京剧了啊。那个，我是谁？您是我爸爸。你是谁？我那个儿子。他们俩是谁？我嫂子跟我哥。什么辈儿啊？哪儿练的呀？哎，好了，没事，去吧。就为这句来的，哎。太开心了哈、嗯！好了，刚才唱的是京剧《姚七》。哎，这完了，孩子白上来了。你在这边上场。哎呦，我听您的。还没上。来，哎，一见面做戏啊，来，开始了啊。大老爷，逆子姚刚用太湖石将国丈压死了，我知道了，逆子今在何处？姚刚，快来！父子在朝功劳大，压死国丈不犯法呀。可是姚刚，正是。你是我儿，爹爹。你是我子，是。我是你爹，我是你爸爸。哎，行，我是你亲。哎，您差不多。哎，吃饱了就得了啊。还唱不唱？就往下接着来。你是姚刚，正是。你是我儿，俩人一个师傅教的。你是我子，我是你爷爷。怎么跟妈妈说话呢？人家这有这么些这词吗？废话，你这怎么不按词说？你多加了两句话，不像话啊！哎，接着唱。接下来这个戏在你身上了、哦、我怎么做戏？儿科是姚刚正是近前来为府有话演讲、嗯、我呢叫你过来之后一个嘴巴抗浪前列抗浪前列抗打这就开唱了、哦、但是叫你过来就看你了、啊、想过去但是又知道去了准挨打、啊、不去又是孝子、嗯、就这处处摊摊这劲头这是作配小节骨眼可不好了、哎、那错不了啊我了来吧没问题咱们听儿近前来为府有话对儿演讲讲些什么
哎，别走啊，哎。行了，哎，这干嘛呀？挺哏儿，你看这还干不干？是要干嘛？丰收了是怎么着？这不是王府吗？怎么到大队部了？扭上秧歌了？你躲什么呀？你不让我处着他，你别跑秧歌了，行吗？来，进去，打上。那我才小王。谢谢吧啊！还让陶阳唱呀，陶阳拉弦了现在啊。一年之计在于春节正月十五。哪有这么句话呀？说也说了，唱也唱了啊。对，这一年的工作就开始了。哎，这个春节前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封箱》啊，咱们是腊月二十六啊，二十七我忘了。二十六啊，《封箱》之后，初三、初四，天津体育馆就演了两场了，歇了几天，到今天这一年的工作又开始了。对，刚才在后台演出部的人把单子递给我了，您看看吧，这是今年准备签的演出，看看哪儿去哪儿不去的是吧。我说今年不要演太多了啊，今年咱们调养一下。明年2016年是德云社的20年大庆啊，咱们得好好热闹热闹啊。啊，当然今年你不演也得演啊。那可不是吗？是不是就喜欢这个干这个。每当安排演出的时候呢，这是最复杂的事儿了。因为德云社人太多了，我们是这个地球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相声团体。还真是这样。我们连演员在学员400多人。是啊，一场演出也用10来个。所以说实在是排不开。现在北京城有6个德云社，啊，南京有德云社，黑龙江有德云社。这是今年开始，包括长春，包括洛杉矶什么的，因为之前澳大利亚墨尔本有一个德云社的分社，所以说就全面开花，慢慢来吧，得安顿他们干点事儿啊，是吧？这不是水平一般，能力有限，但是难得大伙儿这么支持咱们，是吧？是是是，我们哥仨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诸位。您甭客气，不辛苦，拿人钱了啊。说实话，说实话，做买卖嘛，是不是啊？就是、客气气的。我最讨厌就一上台之后跟观众绷着个脸，你谁花钱看俩冤种啊，是吧？你也绷，我也绷，犯不上。而且来说，我老觉得站在观众面前，演员就是学生。啊，您各位好几千人，藏龙卧虎，对，哪单位高人都有，底下看有70、80的，人就差你俩40岁的人教育了，不至于啊，是不是？明是非，懂善恶，知羞耻，识良莠，我们的人民是最聪明的了，不至于非得。哪儿就差俩说相声给你上课，你才知道人生如何走，犯不上。卖艺就两种，一个是卖艺，一个是卖人啊。能卖艺尽量卖艺，卖不了艺你再卖人啊。嗨，我们仨这个状态现在看卖人够呛啊，也没人要啊，我们也就这样了。大伙儿多捧吧，多支持是吧？今天来演出来了德云社的部分演员，把他们叫出来，您再认识一下，好吧？再见，来，好嘞。其实有认识的啊，打头一个，那头不用多说了。高峰高老板，旁边这戴眼镜的，这是我徒弟啊，这是我儿徒啊，爱徒栾云平。对，来吧。那么一子干儿陶阳陶云盛，哎，那胖子往前来。那个12生肖，他是属冬瓜的。我师弟啊，他叫梅哲。没辙，叫什么？刘哲。刘哲，姓刘啊，赵钱孙李那个刘啊。嗨，大家一定要多支持他，因为他少数民族啊。就不爱你回来，谁让你走的啊？
无组织无纪律，真是。你以前打根上不是德云社的吧？是吧？嗯。这个别看胖，原来当过兵，站在台上一戳一立，那个状态很好。你给大伙来走过走过那个正步什么的啊？哎可好了。先来个中国的。来，那错不了。来来来来，可爱，我可爱看的这个啊。你从二环上走。等不了我们这个。来稍息，不是先稍先立正。哎，得先稍息。都行啊，稍稍息啊，稍再稍一回。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前步走，预备走，走，来，走，来，走，走。你看了吗？一看就学过哈。我这直晃悠，这台板。英国，哎，就是英国他也会，英国兵走道那状态他也会啊。英国当兵的呀？那错不了啊，英国啊。来一个吧。游戏，这这是英国吗？这个？这是英国。哎呀，啊，hello， 那边，哪边？这边，立正，这跳，来，one two three four， 走，快，这就，哎，英国，俄罗斯的他也会，俄罗斯的兵他也会啊。打嘟噜就是俄罗斯的呀。嘟嘟嘟嘟嘟嘟，来来，这不套着车走啊？小哥弟，预备，走。这是俄罗斯出殡的，哎，这抬着棺材呢。朝鲜的他也会。哦。哎，于老师跟人一块啊，这个您是阅兵的，阅兵的啊，这我得讲话。哎，对，对对，嗯，前轱辘转，后轱辘转，辣白菜，干冷面，来，哎，来烤肉，这边走，对，开始。好，人不人不不不人不人不人不不人不不人不人不不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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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别挨骂了，来不了啊！来，旁边这个，这穿蓝大褂，这是我大徒弟啊，这叫严云达。哎，开门的徒弟啊，这个他的表演风格以猥琐和便宜见长啊。便宜就是贱，什么话那叫？是找不开零钱了，这是。好，滚回去，好。嗯。哎呦，换那个，那是我儿子郭麒麟。好，我儿子啊，我大儿子这个啊，来那个弹三弦的也我徒弟说相声啊，这周九良，还有吹那个的那个，吹哪个的呀？那个叫什么来着？生吹生的那个，吹生那个啊，那个王鹤生，嗯，王鹤江，哎，那个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哎。演员都介绍完了，哎，没有，这还差一个呢，哎，还差一二儿子呢，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来，来老二，哎呀呵，这不嫌脏，嗯，嗨，那姑娘还我的观众啊，你就这俩观众了吧，你们仨好好过日子吧，嗯，你们俩不嫌腻，哎呀，就为了他买票，我退给你，哎。这辈子不让你再来了，保安把这打包给孙老送家去。别别别，暖和暖和也是好的。人家花钱了啊，花钱是主锅，啊，你们是打算把我吃了是吧？不，你看这姑娘多可爱，我就爱吃肥的。你们回头看看，你都胖成那样了，还爱吃肥的呢。这个孙老师也是相声世家出身。他是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啊，这个孙子呢，这孙子连你儿子都骂一遍了，那怎么说呢？叫那叫外孙子，哎，对，还是你聪明啊，挺好。这个今天跟岳云鹏一起上晚会，然后放个岳云鹏做手术了啊，我们让孙越老师给大家唱一个吧，好吧？哎呦，对对，孙老师在后台来不了了，载歌载舞，尤其是钢管舞跳得特别好，没有，我认为可以。
这个不适合我的高度，还没跳就给压下去了。啊，不跳了，不跳了。我坐。不跳不跳吧，谢谢大伙吧啊！我回去了，捧我您回去吧。德云社有一个大实话，把它献给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谢谢。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啊。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这行算完了。嗯，所有人都知道说相声不讲义气。哎，有时候不那么亲。嗯，勾心斗角好寒心呐、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到如今。嗯，一要说亲啊，观众们亲，对，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呢、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那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的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嗯，招财进宝，日进斗金。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